切难平心境，打通天地的好归心，当人生境界不离一花纹，世界仙都传三心一妙观，下有福慧金困求民，本是观我孤独，为敬当日采红，朋友四海有济创声，归乱乡心困求平，
天文化间难并行迹，得头天地别后归心，东明先天开古里计划论，写的先多观三星几秒观，下有护卫金坤丢兵，不习惯挂过就是会有祭祀日，然后祭祀日刚好今天是观音佛祖的信诞，然后师父有特别请求玉皇大帝来帮我们做补运的动作，所以才会做今天才会特别做这个补运的法会，刚好是天赦日的关系。那我们师父结缘部分的话，他有那个发财金啊，也有聚宝盆，这些两个都是属于招财纳招进纳财的作用。那聚宝盆的部分里面会结合五色石啊、元宝啊，这个都是可以放在家中的财位或是办公室。那发财金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可以放间房间内的财位啊，还是说客厅啊、办公抽屉都可以，或是有那种做生意的钱的抽屉啊，或是钱柜都可以，就是有聚财的作用。温馨记。好，谢谢。